热情，你不敢攻，这个不攻不重要。喂，哟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啊，我得等20分钟吧。嗯，换了就换了吧。你了妈也上不了，我去换了换了。来这儿来了，昨天没过来。昨天来了。昨天你来了？来，我在那个，在那个。没见你。我来的晚。该我走了，该你走啊。差不多，双方的就了几个，双方并不。你还以为该我走了？你还以为该我走，我直接就走那儿了。那这也是老头桌吧。该你走了，他别动脑筋。下一步可累了啊！他去干谁了？不知道。干你啊？他干我啊？啊，该你走啊！我怎么没说话？那别乱走了，那个说话了，你说话打岔了。啊，那走到这儿了，该你走了。下一回走去出到家。我就把我三万拖到出来。我反正该我走了，你就跑。那快赶上老后头们了，以后都进到老后桌嘛。哎，你怎么没事？你就把都错了，那人家的戏都来。咋出来呀？局没事，局不能不出啊。咱俩说话了，我以为一说话都嗯正常。啥？应该是三十五。嗯，比较好，这个戏可以。都晚上睡觉够了。不一样，都没工，都是回家。妈，挑回去。他用后局压了你。你都不上去登的，那这个局再顶着你，又拴住我。哎，回来吧。哎，这是最安全的，安全的，最安全。往那一弄，跟那个电瓶，跟那个电瓶一碰，俩咋不就俩局巡逻？你们地方近，俩局巡逻，让啥嘛？这怎么就气就成了？你们地方近啊，这多好的啊！只有这往走了吧？要八往出。嗯，跟那个电瓶一弄，先跟那马蹄撒开。是是。哎哎，不理他。你工作了，不理他，你上哪？不理他，他一拱的话，你在家后边打他了嘛，一下子把他弄乱了，彻底乱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理他的人，那对上马嘛，随时抽着苗子再狙了。等一下，他拱来不及拱啊！要拱过去，你抽，你跟人家去弄了，你干打你兵，我就打了啊！他傻兵，他傻的，他非是。我得哪儿？我得看看不丢大子才行。看着局了再动。哎，我得你非得动不行。我得看看丢不丢大子才行。你咋走都行，你往搁巷口上也行。搁这儿不完了？停下去干。马上就走了。
你得剁我橘子，我上不去。他非剁橘子。你扯太橘子，拼了。啊，你这当时一再一剁，人家拴住你咋了？对对对对。你剁着剁着，你飞个象，飞个象顶了，飞象顶了，飞象顶。你一会儿家伙把我打了，那一趟葫芦串多。打我这，哎呀，一打一串，能扛住。你打两串，你一个都打不了。飞象打呗，打不住。你打，你瞅咱看你。快点呗，不用看，飞象顶，打他去。打不住。你飞象人家往这搁，你是一个单跑，你不是双跑。打飞象，别你。你打就打呗，一看他别你。打完以后，妈再回来不是？对，在那个啥，那个那边不是都过去了？这事儿，一打了他别你，这不是都上不来了？然后你呢？他啪就打钟明一蹬，钟明蹬着局，懂不懂？就蹬着局了啊，又丢个局。他妈打个电话骂不中。那蹬着钟局多个兵，那嘁哩咔啦嘁哩咔啦就一会儿呢。等个钟明在上面蹬着啥？我杀他兵不中啊！我杀他兵不行，想打局，想二。那不能打，不能打，这会儿不能打。这会儿真不能打，打关后你紧鱼往这儿跑，长地三眼，要是再打去，这都打，暂时得像光线一下就弄死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对吗？打。那我打我只有躲了，走捞了，这厉害。他是一个跑，他跟你没法。嗯，走捞了，都是一个跑。那你回来想吧，反正你打完以后你就瞎想，你想想，不是让你瞎想，让你。别马上吧，可以，别马上。打吗？打不了吗？打了我给剁了。你想传我了，我连环马，你传连环马得了。打过来我给打了，这没用啊，上马呗，这题没用啊，就上就完了，就挺进攻的，这就挺进攻的，可能我叫他啊，喝凉了，喝凉了，喝凉了，打我的局了，跳一边黄了，打入他的，他打我局不正好我打他局，打局正好，你回马把这局打跑，这现在先入计，我把马给他一瞧。那一瞧瞧吧，这瞧他妈妈把我打过来。行。他讲了，先给他断了。先给他断了。我先给他断了。先给他剁了再说。剁了他干啥的？好不容易马回来，多香。回马可不能，可不能成事，成事给人家跑啥的。肯定的呀，你回事我就杀了。啊，回马嘛，就这叫回马。他妈没戏了，没辙。讲我，等着这个，等着这个，真好一个马。回马大局多好的，还等着。你回马大局总得放放，然后你这。一大局，又会骂大局，这骂里面的这种公式。这杀了吧？啊，快杀了，杀了兵了，多杀啥兵？你不能下回这些。那太悲了。有啥鸡巴悲的？这气都呀都。公平啊，也公平啊，不公平，这点跑，先给他逼回去，先直接给他逼回去。两兵也，先直接给他逼回去，把中兵一杀。中兵给擒了，是吧？这不是对，中兵给烧了。
是这样的地方，你探测的是啥地方？两具台是不中，两具台不中，哪种台？咱这个军农招呼他长哪个？两具台是，他没起啊，那马是高的，他非得是哎，非得是那个，如果是的话也可以抬，他这个马在哪？你给抬是啥去？啥你们啥你啥你那？你那那就啥你？人家那随时都可以下去。马换成个是，那还可以抬。你那个走是非丢不行啊！这啥？肯定啥中柱了，中间有啥没有？哎呀妈，回去了，是年不好，好像是。你先咱啥把中军去念吧？哎，那军念吧，就是。先啥中军？保鲜着这鱼都行了，就不能就到那个家去。他那个家直接都去吃他跑，他来得及？不是，连娘不给他念。又咋了？他那个马在看着，他就是他俩局换个事，他没有气他。他哪个想吃车用啥呀？局看先吃了中兵再说了。中兵一吃他这去他都吃哪个？中兵一吃推下就压住这。他哪个也吃了啊？那想着能吃吧？中兵给他一杀就啊，杀他没有么？杀中兵还不行吗？正常他就没有气，那跑在那儿一点用没有。杀个中兵还不行？什么天天捉鱼挺啥的，挺啥鱼？挺啥鱼啊？他是啥子？人家人家咱们有个事，他俩就不起效了。没有俩事，他是马在地下藏。哦，不是马在干这个工事。他办事早着跑。我那个那小时不想，那不是。早着跑，我也不。要是把他主持了，我觉得更那么些。他现在他你得中军了，他啥也没啥意思，他就去塞香烟去了，塞香烟啥用没用？就这边啥呀？你这个知道了，这边兵杀就完了呗。这个光说兵还不到三分钟，一支鱼竿把干就这时候给兵扫。哎呀，先给他有生力量一杀，他再去他都。兵子离得远，一会儿再往这一压，这抽着他那个那一闪过去，这个兵一闪过去。你想他俩去杀，你什么杀都杀不杀不了。先杀点跑再杀，到时候扫着跑干啥不到你。一局看啥？他乱跑，卓玛出不来，那他兵。他那个以后那个局跟当中住户啊，光你一直看光线攻，啥都不住，那你杀不了啊？杀不了也得杀呀。你占个中不妥了？这时候他这个啊，你给他都兵都，然后这个就光你攻了呗，攻到这儿以后他俩局多兵的机会了嘛。你找这机会这个他现在唯一机会就是拼俩局的时候，在这个拼的过程中吃你一个住。就这唯一的一个机会。现在比他多杀兵的优势。你这个杀兵是关键，你看你用这个杀兵，你用不着。多杀兵的优势。非得个兵从他前面跑，又上去又双响，总跑又响。那上不来。能过来俩兵，一兵都是硬块，一兵。他能过？能过。能过吧？过这边兵不还不过？你不能过，你先把那个你的局训练他的鹤，然后再过。哎，对了，不就这个意思？他等于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俩局拼个局多个兵，这都是。拼个局多个局，他就站着了。啊。就站着了。你得吃饱。你不拼的拼，不拼你教的他多啥兵，你教的咋客气？那你要进边兵，多了啥兵你让他客气的吧？那啥兵不好办，人家谁带去是吧？看能谁带去也没落得去。没有过河俩兵过河，那一会儿红马呀，你说个兵来干啥？相国兵过去啊？这我孙那个啥孙子搁那边都不干，老婆又来电话，让你接去了是吧？对。哎呦，那你现在来吧，啊，没事干。咱接着下吧，重来吧。哎，别别别别，下吧下吧。这进行不了的，他的马上不来，他鸡巴这